你们有看过这种？大家好，今天我准备了 special 前打杆，然后子线用 G 四号钩子，四号钩牵右，中通牵，也好久没来这边钓了。夏天哦，想要钓大鲷哦，要碰运气了。反正会说就好，我不奢求鱼体多大只，那我刚刚说不无聊就好了。那我们影片就开始了，希望今天会有讯号啦。然后也准备了一些刚刚抓的岩蟹，大概目测应该有30几只以上啊。会咬就开心了。也好久没来了啦，所以哦，地板上都没有人的脚印了。这样也好，不然他天天抄，哪会有鱼啊？对不对？留一些给我钓嘛，不然都被你们钓光光了，我哪受得了？来这边钓哦，一定要长杆的，不要有想要用那个短杆的脚。钓不到你要的那个点了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走。你们有看过这种畸形沙蛤吗？你看，我头一次钓到啊。哎，脱钩，都已经这么冷了。
反波力够哦。这么小只，夕阳无限好，收工了哦。今天咬矿不好，但是还蛮好玩的。收了收了，收干了收干了。今天钓的鲷不大也不小哦，感谢你们配合，全部放生。拜拜。喜欢太太钓鱼的朋友们记得订阅加分享哟。